欢迎收看本周的卡迪诺黄新闻。啊，对不起，说错了。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里是台中，人家说台中有三好：阳光好、绿地好，还有辉哥好。哈，你说为什么是辉哥？这是辉哥，这个也是。哎呀，都不是，这个才是辉哥。辉哥老板真正好，认真打拼，斗志高，幽默风趣，爱热闹。竹苗区部绩效表：竹苗区部三年前是500人，业绩每年是8000万，现在成长到830人，每年业绩1亿5000万。靠着辉哥老板三年来周周往返台中新竹，超过了4万公里。你没看错，足足可以绕地球一圈了。感恩老板，赞叹老板，竹苗区部九四狂。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搬到最漂亮的办公室，大福光团队永远支持你。在部长的领导下，让我们13个单位都共同建构在一个在一条船上同心协力。真的很感谢部长给朱俊这么大的空间来自由挥洒。我跟昌哥有四句话要送给我们部长，我们就一起念给部长听。第一个是心快乐，人自在，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谢谢部长。共事的三年当中呢，跟你学习到您的细腻度及对业务员的柔软度，那当然对事情的负责任的坚持呢，也让你学了很多。那也祝福你在台北能够更上一层楼。借你这三年以来的充分授权，从旁的这个辅导跟协助，那在你的认可认同下呢，慢慢的这个有所成长。那同时呢，预祝我敬爱的这个辉哥能够步步高升。大组委团队，谢谢部长，感谢孟辉部长三年来的支持和协助。大组委团队有机会培出三位通运处经理，第一个竹城通运处，第二个竹顶通运处，第三个新丰分处。相信不久的将来，以副总的身份再次带领我们，我们永远是你的玉林进。大组委团队，有你的好。真的非常感谢这三年多来你的这个管理跟领导，让我收获良多。虽然你比我小了9岁，可是我常常很多的地方观察你的非常细腻，非常贴心，也非常会懂得激励，更几乎没有从你嘴巴里面听到什么样的责备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让我学习了一些。
那当然也感谢你这三年把整个竹苗带着欣欣向荣，从你接手的不到600多个人，到现在已经都突破了840个人。那让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基底，可以在你的建构的基础上往上发展。那未来我觉得人生何处不相逢，虽然你只是离开我们竹苗，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必然我也应该要把新竹成为三个区部，竹北区部、新竹市区部跟苗栗的区部，用这样的一个规模跟人力来迎接你回来到我们这边当一个桃竹苗的营管副总，这是我们我想大家都一起期盼的。那也衷心的预祝你到了北区业务区能够发挥你的所长，把那些老大姐们弄得服服帖帖，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开心的、更愉快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各自有所成长，未来山水自由相逢日。老板祝福你，也感谢你，加油，谢谢。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